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来看来看都来看，又给大伙来见面，石化哥又出现，再给大伙说一段。弯腰鞠躬问声好，给您说说王宝宝，著名演员王宝强，他的个人生放光芒。横店草根的出身，兢兢业业去打拼，名不经传的群演，最终时来也运转，一路坎坎坷坷中成为炙热大明星。离婚事件因争议拉开撕逼的大戏，离婚大战好几年，如今又有新闻传，最近网络又爆料，几家欢喜几家笑。离婚多年王宝强如今热搜又登上，宝宝打算要结婚，让人感觉很温馨。新科女友叫冯清，两人一直暧昧中，不去公开不否定，不去网络上回应，恋情没有来公开，是否是网友向外，希望两人早结婚，百年好合梦成真。知情人士来透露，冯清十分的优秀，外貌出众，学历高，很多大公司想要，真真切切白富美，让人羡慕流口水，让人羡慕嫉妒恨。咱们接着来讨论。从前就有人八卦，冯清在宝宝楼下指挥王宝强倒车，两人看着很亲热，母亲去世回老家，冯清陪同也参加，一身素衣很沉重，也被村民来称颂。平类人美颜值高，为人谦逊不少褒，年轻貌美一姑娘，为啥喜欢王宝强？只因宝强人善良，演艺事业放光芒，为人低调不草率，美女咋能不去爱？冯清照片来曝光，网友大呼有眼光，长得年轻又漂亮，听说还把大学上过大学有文化，不只喜欢宝宝上，网上各种的评论都被宝宝来否认。宝宝冯清来拍拖，外界褒扬有很多，虽然表扬一大群，也有负面的新闻，有些媒体来透露说他也会小鲜肉，畅快热聊很熟络，看着心情还不错。宝宝冯清恋情传已经将近有两年，从被传言到今天一直都没有翻篇，说明感情很稳定，值得二手去相亲。如今好事有将近，白头偕老万事顺，祝愿百年都好合，开启崭新的生活，那个的生活。说为保佑白白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冯鑫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鑫翻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翻页作品都出错，明知为何小二藏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